大家午安。这一次，老爹比较晚出抽卡的影片，因为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哦，真的是从早忙到现在才有时间上来。好，这一次我们的新角色都是女生，好不好？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女生。那听说还蛮难抽的，我们就先来试试水温吧。来吧，这次也让我欧一下吧，干，好想睡觉啊！早上工作到现在还没休息，连中午都还没吃，一开始就给我一个下马威，好，一张都没有。太好了，一张都没有，干，还给我全蓝，看来这一次传言不假，真的很难抽哦。这次有了，有了，哎，干，是读取三小，读取了没有啊？靠腰蓝色的下啦，被骗了，哎呦哎，维戴尔哎，靠腰碎哦，再来，哎，又读取了哎，干什么很难抽，骗笑哎，随便抽不是随便有吗？哦，七龙珠来了，七龙珠来了，干，轻松啊！这样就对了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干，我他妈长得帅啊，所以女角一直来啊，一定是这样啊。之前像什么紫布啊、蓝雾啊，一定是羡慕我很帅，所以不来。你看，布马也爱我，那真的是，哎，人如果长得帅哦，这种事情是没办法的。看来女角就是我的本命卡了，好不好？三十抽两只入手，不好意思啊，再来读取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跟你们说嘛，回去怪你们的爸妈嘛，抽不到怪谁啊？怪爸妈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随随便便，女生自动投怀送抱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孙悟空他老婆是不是？真的很随便哎，我真的随随便便按的哎。没有很多抽哎，哎，干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刚刚有读取啊，哎，靠北没有，干，原来是抽到这个 EX 的，没关系，再来。这次有了吧？所以这个很难说啊，读取一下。干，这次看来也没有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就算你长得帅，也不能嚣掰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虔诚一点，人长得帅也是要低调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来吧，美女们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贝吉塔，你老婆要被我抽到了。
来吧，布马。来吧，一次来三个我都受得了啊！三张直接来，来，干就是布马，碎啦，三星了，哎、欸、不对哦，四星了，好像剩一个没抽到而已。是谁没抽到啊？看一下。剩下悟空他老婆，剩下琪琪没抽到。好，琪琪来吧。孙悟空这个不上班的男人没有用了，来我这了。靠北。琪琪来吧，我又没有读取了，不过桃白白过去了耶。克南克斯，我估计是他老妈来找我了。布马，布马五星了。哎、欸，维戴尔哎，看维戴尔也四星哎、欸，蛮屌的、啊。到底谁说这一次很黑的、啊？回去怪自己父母啊！没办法，美女也会想要找帅哥啊。琪琪，你来不来啊？惨了，我有预感，维戴尔跟那个布马都要五星了。我可以不要曲曲，没关系。另外两只让我五星。靠腰竟然没有，来吧，琪琪，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真的干，我就说嘛，抽不到了，真的不要怪别人。你看我这样，好不好？照照镜子，他们自己都送上门来了。应该起齐了啦，跑不掉了啦。哎、欸，靠腰，维戴尔，那、啊、我刚读取是怎样的？这一次起齐这么难抽啊？维戴尔都五星了耶，起齐一直都没有。这姿势，一百分。其实最正的就是维戴尔哎，先抽到五星没关系，琪琪来吧，抛弃你老公吧，他都不上班，还这么能吃，靠呗。
有了，琪琪来了，谢谢，毕业了。维戴尔五星，琪琪目前还没有。然后布马五星，应该是布马五星了。来吧，琪琪跟维戴尔，琪琪跟布马来一张。琪琪。我要你阿嬷来，你来干什么？小朋友回家喝奶好吗？干！琪琪，啊，阿嬷跟孙女一起来，我可以接受。太好了。那现在就是琪琪插两张，然后呢，布马插一张。那个孙女不要再来乱了。石兰，应该不会有读取的，因为三张都有了。靠北，要抽到全五星真的不简单啊。有一堆蓝的，至少让我的琪琪，让我的布马五星吧，再来一张布马。可以干，都不来了呢。有哦，读取了一下。琪琪，布马，嗯，红天空，没变身，没有咒影。哇，蓝色下啦，可是有变超赛，有机会，来吧，琪琪，或者布马也可以。哎，女孩子们就是调皮啊，虽然心里很想来，但是还是要矜持一下。他们应该最后四十抽就到期了，没关系，女孩子嘛，等他们。这个看来也是没有。最后三十抽嘞，小姐们，赶快出来吧！快点出来跟我回家！哦，有了，陶白白，我的幸运星来了，又变超赛，这一把稳了。哇！哦有，红色的下啦，来吧。琪琪或布马，你们两个人的老婆，随便哪一个都可以。不然一起来也可以，来吧。啊，靠腰，靠背。克林的老婆跑来干嘛？来了。干你阿嬷很讨厌呢。两张 SP 啊，问题是一点用都没有啊。
七星的十七号，七星的十八号，什么鬼啊？最后二十抽了，你再不来，我也不带你回家了，不好意思啊、哦，我就是这么拽。你到底来不来呀、啊？干！红色的天空，变身。干！又是红色下了、啊，这次有了吧？举棋不满。靠！起棋或不满，靠！靠！靠！最后一抽了耶！果然不能骄傲太，不能太得意啊！妈的！一开始那么漂亮说，后面搞成这样，最后一次机会啊！你不来，我也不想抽你了。真的没有哎、欸！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三四五星各一只。那原则上，后面可能会不到五星，看情况，好不好？那这两天我会把角色练好，然后呢，来试试看女战士队打 PVP 到底好不好用，好吧？那今天下午就先这样，实在是太想睡觉了，工作很辛苦啊。好了，那确定没有了，就这样子。那大家，拜拜咯。